知道你游了多少吗，傅园慧？58秒76。哇，太快了，我打破了亚洲纪录啊！非常棒。如果说你昨天用了洪荒之力，那你今天用了什么力？我昨天把洪荒之力用完了。啊，但今天更快啊！今天没有力气了。你只比亚军慢0.01秒，其实非常有可能得银牌。那可能是我手太短了吧。好吧，我看你这块网络上又被抓了，这个成绩是不是又是赛前自己抓的？嗯，今天决赛前自己抓的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种刺激嘛，怕自己不好调动，因为今天感觉有点累。那这些年其实你也经历了很多，然后也经历很多伤病，很多种不同的心情。那此时此刻你最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心情是什么？最想分享的心情就是，虽然没有拿到奖牌，但是并列第三啊，第三啊！你不知道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并列第三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那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那个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想对以前那种在绝望边缘挣扎的自己说，你以前的坚持和努力其实都没有白费。因为虽然今天并不是冠军，但是我已经超越了自己一次又一次，我现在腿都快抽筋了。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后面继续加油啊。